收听，夜里，蟋蟀在草根旁竖起头上的两根天线，它在收听小星星的广播。草叶上的小露珠看着蟋蟀认真的样子，好奇地问：“蟋蟀哥哥，你干什么呢？那么认真。”我听小星星的广播呢，哥哥，小星星说什么呢？嘟嘟嘟，蟋蟀一边收听，一边翻译给小露珠听。